上午听了满满的一个上午的几位老师的讲座，我的这种收获受益感也是满满的。我从广州过来，广东人呢对饮食文化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就想到了突然想到了一道广东的名菜叫佛跳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道菜。它之所以有负盛名呢，是因为这个菜里面集合了很多名贵的食材，这个营养价值是极高的啊，就像我们这次的这个胡琴艺术节一样。首先我还是要表达一下这个感谢王老师的邀请啊，我本人也非常的荣幸，可以和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在业界享受盛名的优秀的演奏家，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的学生们一起参加这场胡琴的节日盛会，我觉得是胡琴的节日。今天我看到了这个有以前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就读的学生，现在已经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本科啊，金同旭啊，也看到了正在积极准备备考的上海音乐学院在这里准备备考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几位从广州特意过来学习的我的本科的几位学生啊，我很感动。也看到这个还有年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胡琴的爱好者啊，大家下午好。这个比起拉琴，这个说话是让我特别紧张的一件事情。说是讲座，其实更多的我这个是跟大家在一起以讲座的形式来分享一些教学上的体会和心得。上午呢，大家的这个以各种不同的视角，这个阐述了很多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我可以讲的内容被压缩了，原本是没有琴的，刚才趁着中午休息的时候就跑回房间把琴拿过来了，这样还可以这个充实一下讲座的时间。就在我从广州出发的前一周，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个刘红主任带队90人的这个强大的师生队伍就来星海，为我们演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个音乐会反响非常好，1000多人的这个音乐厅座无虚席。这个一周的时间，我又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那我是真的是抱着这个学习的心情和态度来跟大家交流分享的我觉得这个附中，我是06年从中央毕业就来到广州，那么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与这个现在附中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们打了12年的交道，到了这个9月份为止所以我觉得这个附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并且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阶段，尤其是对于表演专业、演奏专业，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表演专业中的拉弦专业，因为它太需要一个强大的这个基本功作为支撑了。而就在这个附中的这个期间，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像一个有强力吸水功能的海绵一样这个阶段是无论是开发这个手指机能打好这个坚实的这个基本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所以我觉得以附中民乐学科来主办这么大规模的弦乐活动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孩子们也很这个幸运，也很幸福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个学习资源一说到协力资源，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个狂热的二胡爱好者，就是眼睛起床一睁开，手机打开就要从早听到晚。我说这样听下来一天不腻吗？他说：“哎呀，这么好的这个这么方便，手机一打开就可以听，我觉得太享受了。”他就跟我说，他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时代，想听到一首这个完整的二胡独奏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说，偶尔走在马路边，听到那个喇叭响起一首二胡曲，他站在下面听得如痴如醉，说他都忘记了后面是要去买菜，还是要去回家，还要去吃饭，忘记了。就说明呢，那个年代啊，虽然离现在离你们是一个很遥远的这个一个时段，但是说明充分说明那个年代的这种学习资源的匮乏。所以相比较于现在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幸福的。尤其胡琴艺术它现在的这种蓬勃高速并且领先领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阶段，我们这个学习的这种便捷度很高。那么由此我就想说到一个什么体会，可能是因为想学习的途径太方便了，以至于呢，我觉得在附中阶段的孩子普遍，我接触到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缺少的一种意识，就是主动思考的意识。我想谈到的第一个这个词语就是意识。我觉得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意识它决定了这个事情的高度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意识决定了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你不同的认知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打个比方，前不久，这个网络上那个视频转载转发的这个很频繁的那个重庆很惨烈的那个事件，从那个汽车从桥上翻下去。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那个女乘客我觉得不至于为了多坐过一站就要跟司机这样的肢体上的拉扯，造成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都这样就牺牲掉。我觉得是他没有这个意识，他不知道他这个举动会置于那么多人在一个高度危险的状态下，没有这种认知。可能他身边接触的环境，我估计是不是他自己坐公交车，平时也是不开车的可能认识不到作为一个司机他的这种这个精神被高度分散所导致的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他没有这种认识，没有这种想法，他也不是愿意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在丝毫没有认识的情况下，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会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惨烈的一个结果。那么我还想再举个什么例子？很搞笑，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个学生，拉二胡的学生他那个信心满满的，我第一次见面还没有听到他拉琴，那么做一个简短的语言上的沟通，他跟我说：“老师，我考上海音乐学，我也要考中央，星海是我一点退路都没有的最后的想法。”哎，我在想这个孩子，第一个给我的感觉他很自信呢，第二个他目标非常明确。再聊了两三分钟以后，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这个人说话。后来我说这样，你先别说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吧。我说你比较欣赏的、比较喜欢的这个二胡演奏家，你给我谈几个，我看看你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审美与品味你是什么方向。结果他思考了很久，他说出来的名字吓我一跳，他说：“哎，郎朗的爸爸。”哎，我想那个赵本山叔叔还会拉二胡呢。就是他对这个二胡的这个好的这个认知的标准，可能就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都可以不用形容他后面把琴会拉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想象出来，是吧？那么大部分的学生是就是对这个而我要说的后面的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意识中，我觉得普遍的学生普遍欠缺的就是主动思考的这个啊，可能就习惯了这个惯性啊，老师教我来学啊，思考的少，主动去想为什么的比较少啊。通常我觉得大部分学生上课都不是带着问题来上课的，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啊。练琴说到这个问题，我想是首先是要思考，练脑，再用你的脑指挥你的手，是应该是这个次序。那么打个比方，课上的老师如果说这里的功法是这样的，这里的指法是这样的，学生可能就记下来了，然后回去照做，反复练习。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我就以公指法为例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会回去仔细的琢磨一下，哎，这个地方为什么老师是这样说呢？啊，几次下来，他是否可以从老师的要求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呢？或者让自己的这个我打个比方啊，我还是以刚刚说的公指法为例，因为这是我上课经常能遇到的这种情况。我就拉四个音 ，so、拉、mi、re 这个 C 调的这几个音啊。好，这几个音。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拉我用的是内弦的拉啊。有的时候学生上课就会这样。如果就从这个四个音来考虑的话，这个拉我一定会选择用内弦。为什么？因为统一啊，其他那个三个音都是内弦。好，其实从这一个小的比方里面，其实就可以找到他所遵循的一个内在原则。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学生们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以后再类似这种情况，他可以独立的进行处理啊，安排一个更加合理的、更加贴切我们所想要表达的音乐，更加贴切的一个这个指法也好，功法也好。这个都是要通过自己去动脑筋的，而我觉得现在的好多大部分的孩子就不去动这个脑筋，同样的问题一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他没有从中间通过自己的思考而得到了一个自己更加合理的一个答案。每一次的为什么中进行的思考，所获得的答案的不断的累积，就会让你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得到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主动思考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结合我自己来谈，我也是这样。这个在学校里就读这么多年来，可能就习惯了老师要求我来做的这种方式。那么离开校门以后，自己身份的转换啊，现在自己来要求别人了啊，而且面对的学生能力素质啊，这个认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是被迫我们要想办法来解决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个体的一种瓶颈期。那么如果可以把这种怎么说，主动思考的并不是成年人或老师的专利，我觉得应该在附中阶段应该要有这个意识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去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练琴的效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我第二个想讲的词呢是审美。我觉得一切美的东西都是被喜欢的，啊，都是被认同的。那么，我们肯定要说的是音乐审美了。今天就不说这个化妆啊、穿衣打扮了，但是这都是一种美。音乐的审美呢，我觉得也应该提早去有意识的去培养它，提高啊。我大体分为两种，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那么外在呢，就大家可以通过听一些高规格的、高水准的这些音乐会呀，不同形式的、不同种类的、不同器乐的来这个提升自己对美的一种规格上的要求。那么我更想说的是内在因素啊，我们二胡是弦乐专业，在我的教学里，包括我对自己的要求，都秉承了一点，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小提琴教授，但是他现在已经已故了，林耀基先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是个非常棒的小提琴教育家。他浓缩了他在这个小提琴演奏领域的这几个字，我也经常跟我自己的学生提起啊。这三个字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匀、准、美。这个美是建立在匀、建立在准的基础上的美。就像波老师刚刚之前说到，这个装饰音不能是随便加，你都音都没拉准，这个装饰音加的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均匀，匀嘛，啊，要均匀；准要准确啊，不仅是音要准确，节奏也要准确。这个在这个建立在这样有规格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基本的美感。这个是我觉得适用于所有弦乐器。还有他说的一个三句话，我也很想跟学生们分享。他这个三句话是一种形容一个人非常成熟的、非常棒的一个呈现在舞台上的一种演奏状态。那么哪三句呢？第一句是冷静的头脑，就是你再激动，脑子是要冷静的，在台上。因为这个脑子清楚，你刚才我也说了，才可以有效的来控制你的手指的表达。那么心是火热的，火热的心，松弛的四肢，这个三句话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心火热，脑子也跟着一起热，在台上我估计刚才拉了什么，在台下都不记得了。全部就燃烧了。那么松弛的这个四肢，它是保障我们可以演奏好这个状态的基本保障。这个手紧了，哪儿都跟着紧了啊。那一紧的话就不受控制了。这个我估计下了台也不记得刚才拉过什么。所以这三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想跟大家再次分享。刚刚上午的讲座里面，这个梅文老师啊、胡老师都说到了，揉弦啊，有这个搂揉啊、压揉啊，这个不同曲目、不同风格采用的这种是揉弦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么就着这个揉弦呢，我就再说一点。我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再细化它一点，可能在一句哪怕一宫里面，柔弦它产生的变化，它也会相应对你音乐的表达也起到了丰富的变化作用。尤其是柔弦这门这个技术吧，就是在你表达音乐的时候，它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一个工具。打个比方，会杵到这个上面。好，我用几句就是这个北方的山东的这个民间乐曲《一枝花》。它因为里面有长音，那么在长音的时候，这个句的张力也好，伸缩也好，其实很多都是靠柔弦的变化和弓速的变化相配合而产生的一种张力啊。在一宫里面，其实呈现出来的这个柔弦的频率与幅度，它都是发生了这个一定的变化的。下面我就拉几句哈。其实它就会产生了一种我们想要表达的你的音乐方向。好，我们刚刚是不是王老师准备了一个学生？对，你叫什么名字啊？好，你是几年级的学生？哦，高吗？前心儿高三年级的，他会为我们拉一段，就刚刚我拉的那个一枝花。非常好，我都不忍心打断他，让他把第一段完整的拉完啊。最后就是最后的这个落空这里，哒哒啦哒滴哒哒哒。 都，我认为最后一个搜它的这个，因为这个音乐明显是落下来了，它后面没有了，没有再发展了，没有再向上走了，所以我认为它最后一个搜的这个落音的一，整个人的状态还不够松弛；第二，这个揉弦的速度跟我们想要表达的音乐，这个通过这个揉弦的速度，我觉得这个音乐是没有降下来，这个频率有点快。 你试一下，啊，这个音乐的感觉是有，它是四面八方是有方向的啊。最后一个搜一定是非常松弛的，落在地上的感觉啊。前哒哒，不好意思打断你，哒哒是提上去的，嘣踩，就是你提的有多高，你落的有多沉，哒哒哒啦，脑子有点平啊，这个气的感觉，哒哒，嘣，再把它落下来啊，你想象一下。 工作有点不够用啊，啊，对，前面再省一点，再省一点，落沉，对你那个这个时候的揉弦，当，随着你的气息就慢慢的就停滞了。你如果这个气你已经沉下来了，揉弦还在坚持的揉，他们俩还是一个矛盾体。 啊，你可以让你的柔弦再放松一点吗？好一点，好一点，好，就是这个，我还是要就这个问题说，你前面的这个。 是不是更觉得这个搜就，哪怕是一个轻飘飘的鹅毛，它慢慢，最后落在了地上，而不是又被风吹起来了。那么我就想说的是，如果是最后一句，它是我是要收了，那么前面揉弦，后面的幅度就小了，就弱了。如果按照刚刚它的这个前面的揉弦，我以为它后面要渐强。 以为你是这样分配的，是不是？哎，就会给我造成了一种这个判断上的误区，所以我还希望你再试一下。弓子可以走快一点，前面真的你身体和气息全部都要落下来哦，我才能跟着你一起，我也跟着你同步落下来。 哎，这样就好很多哈。好，那么我还想说一下前面，从第一句我们开始。那么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这个弓段的分配，弓子的分配，这个弓子就像人的一口，这个气是同步的，气息是同步的。他在怎么分配这个弓子，我的呼吸，我就跟着他的这个呼吸在走。如果弓子到最后不够用了，我也同样，我们作为听众的感觉也是觉得这个气好像憋在那里。 所以呢，怎么能让人的呼吸跟演奏者同步并且舒服的呼吸？那么就要考究对这个弓段、弓速的这个安排啊。这个剧的表达的这个张力，好，如果体现的更加充分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更好。那么刚刚就一个音，我们打个比方而已。 我学你，这个音就这种伸缩感好像似乎就少了一些。啊，唢呐的特点，它那个这个用手捂的那个孔啊呀呀呀这种声音啊出来的那种。 这个有弹性的，像皮筋一样的，而不是一个没有弹性的绳子。所以这种弹性、这种伸缩感是靠这个弓速来做啊。那刚刚的这个长音的这个松，我觉得变化弓速和柔弦的变化都相对有一点点单一。这个幅度。 这一句的这种伸缩性，我一觉得你这个空间，你自己会把你所要表达的、营造的这个音乐空间就会要宽一些，啊，就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装修，啊，给你一个20平方米的这个空间做装修，你施展的空间是很小；如果给你一个200平方米的别墅去装修，哦，你的很多想法都可以在这个空间内实现。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张力，就需要把你的这种。 给人呈现的这种空间感就会变大，好，我们再试一下。一点点不走，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更好一点。 就是你可以这个气息把，我说不走的那一段，你可以让我屏住呼吸来听你。 让你心里比我的预想要急了那么一丢丢，再往后延迟一点点再起来，我觉得这种离我心里的预期就觉得是更加吻合和贴切啊！再试一下，别着急了啊！好，你自己觉得憋吗？有一点到弓根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点憋吗？ 哎，你憋的这种感觉，我们也能感受到。你自己一定要先不憋，我们听着就不憋。体会的比较少，我好像还在需要去揣摩。我更希望你更加直观的给予我。就这句而言，哦，答案在这一句呢。那么就需要前一句的什么铺垫？这种铺垫是很重要的啊！你再试一下。 这里的指法，不要断开，啊你呀你呀的，就是这个模仿唢呐的这个声音，一点点就可以了啊，黏黏糊糊的，哎，答又有答案，好。 这个基本上这个整个的慢板的这个都是要求其实都是很相似的。从这句里我又找到了上一句的这个答案啊，还是重复这样的要求。很好，很棒，而且这个要求也可以比较快的这个掌握。你是，我想了解你是从附中几年级就在这里读书啊？初一进来是吧？啊，好，谢谢啊，还是在这个边拉琴边说话，这个时间会过得快一点，单说话时间觉得过得很慢。谢谢大家，谢谢，